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好，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阿曼，即马算阿曼吼，小弟要食饭啊嘛吼。伊个即摆咱开始规定吼，咧上课拢无惊咧啊！就即中国话慢慢无伊啊吼，再了美式咧吼，美式咧讲哎，江苏来站起来吼，啊大家注意意思咧先咧吼，啊来了大家坐咧吼，因也开课咱慢慢来了吼。伊个谈多啊，为了上课以前咧，阮伫第二教室，就看到黑熊部队咧上课一边样吼。有一个考试，啊，做阮哩监考。监考是初步呢，啊，考试卷收倒来了先咯。阮初步赢一个吼，我看敢若第一条吼，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吼，都唔对伊啊。我第一条，我看安尼初步应该赢一个吼，都四分之一啦。但别组唔知影，我迄组内底有三十个，啊，所以甲赢一个吼。为啥唔对呢？因为这法律的部分，你若无做清楚吼，真容易互迄个陷阱陷着，你知影无？我你要讲吼，啊，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在你想感情上讲，啊，你问唔对啊，吼，对不对？啊，所以我就甲拍哭啊，吼，对唔？但是这个唔对的吼，这台湾在法律上的是唔是咱台湾人的？但你考试的是你思考咧，想讲，这点咱的啊？但即摆咧讲法律啊，法律上啊，唔是咱的，所以为什么爱请各位来上课，爱初级班、高级班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每一个讲师内底讲的无同，但最后的焦点呢，就是爱互恁法律的是拢捌。你讲听一届时哦，无定吼，就会入去脑海内底。听第二届、第三、第四届，听了到真自然。当然咧，考试你看啊，这个老师讲过啊，就简单啦。伊这法律的部分啊，老师讲真深啦。我等下考试官甲看看的时候，是真深呢，是不？啊，所以希望咱各位，不管对一个讲师咧讲的时阵吼，啊，大家真注意听。虽然这个政治课吼是足严肃啦，啊，足无味的就对啦。啊，迄毋是咧讲故事啊，吼。啊！但是呢，我想今仔日我有一个新的题目，白色之恋呐，白色之恋哈。这恋来注意哦，这恋在恋梗的恋呐、啊。而、啊、且、这个、白色的，小时候从乌从白的乌的呀，你知哈？而、啊、且、这个、白比乌的更加恐怖啊！又白有一种政策，迄、那个政策哦，比乌的内底，我睇你，你睇我拢个人的行为呢。但是白色唔是呢，看你整个社会国家嘛。所以我今天用一个题目，初级班我用台湾的争夺何去何从。所以各位若上过初级班呢，我题目带今日我题目个专注白色之恋。这白色之恋啊，拄啊呐牵连到最近呐，迄、那个马英九的是甲叫一挂迄个倒头脑的教授啊，拢写啥写咧开罗宣言先呐，咧开罗宣言先哦，表示讲安那呢？啊，旧的时阵吼，就必调休啊，必有效啊，就对啦。所以讲，卖人教啊，就是咧讲吼。啊，另外呢，有这个联谊吼，就现在呢，咧炼丹啦，炼钢啦，有无？啊，那古人用炼的炼乳吼，迄是经过蒸发，啊，蒸发了是把迄个水蒸气蒸掉以后，啊，变古人吼，迄个叫炼乳啦。啊，即卖了白色的炼呢？啊，这个用咱人的身躯啦，用咱人的灵魂啦，用咱的生命去炼啦，迄种个炼丹吼，炼丹上物件去炼的啦。但是呢，咱生活伫台湾的时阵，各位在座无去炼着啦。敢若后壁有一个民进党的前辈吼，白阮说出来吼，以后去内底小块炼的，还是小炼啦。阮这是大炼啦，阮这大炼吼。啊！这练的是练无多的身体故障呢。迄练钢那时呢，你练了后就变好钢啊。
啊，练了后摆呢，比派糖骨下，哦，都派糖骨下，哎，当做来得练啦，练练的啊变好梗啦。所以，刚刚阮伫咧白色的熔炉内底时阵吼，就是社会派糖骨下拢落落咧入内底啦，入得到啦吼。阮讲入得台啊吼，来练啦，当然练出来未必真好梗，比三一四的、三一八的迄咯，三一六的，啊话呢，真正做派糖骨下，老实讲，唔是讲是要练过人。 哦，拢是变好梗，你干哪？所以各位利用这个机会吼，来各位讲这个练字吼。啊，我用这个白色字练的时候，看恁着安尼呢？因为国民党的时，伊伫中国用拍牌了后，来台湾实施戒严。这个戒严的时候呢，就把咱台湾所有这个人，拍入去监狱内底咧练就对啦。海外的人呢，伊袂当倒转来，黑名单。 啊！你国内内底呢？你讲三两句讲无拄好，啊，半暝啊就失踪去啦。所以咱人拢用伫台湾咱生活这环境内底，用咱的灵魂，用咱的生命咧练啦。所以今仔日，讲我本人都有机会安练出来。我毋是变成梗，但是呢，最起码会伫咧所在活到转来。迄十五档的时，大家想看嘛，你咧做兵三档吼，拢逐日拢输馒头呢。 咧在做了后，这边个例子吼，吼，今仔食一粒，减一粒吧，食一粒馒头，一个减几几粒啊？咧算馒头。你若是讲伫内底十五档个时吼，啊，你免啊算法你干啦，吼、哦。啊，所以呢，伫今内底连出来了后，是个最近咱看到南非迄个曼德拉，曼德拉个时吼，是所谓伫咱看得到政治人物内底是介优秀个。 伊只人咧坐落去时阵呢，老是了不受委屈，不受引诱啦。啊，伊坐过来，甲中共搞起来二十七档呢。有一届时吼，老实讲哦，迄我想讲伊若无坚定意志啊，就安那迄种收买伊啊。伊南非阵的白色的人较少哩啊，迄个白色的人通底下乌色的啦，就伊就种族分离啦，有种族的分离。啊，所以伫政策内底，所以黑人拢无人出头天啊。 伫咱台湾的时，国民党带过来遐，今仔是百分之十几尔，就通伫咱百分之八十几个。但咱做乖啊，但南非阵啊，毋是遐抗争，所以曼德拉头一日的时喏，伊伫关键地时吼，迄阵啊，佮发生啦，八甲乌啊，伫迄落街路内底吼在抗争。迄个白人的总统是讲，吼、哦、啊，无即个曼德拉佮放出来吼，看叫出来遮安抚啊来。 甲遐遐边边乌线的吼，看卖迄落个地啊，控制无吼。但你也想哦，曼德拉时哦，不但无接受透过左镜讲，伊发表声明，讲我无可能为着安尼，吼、哦、啊，伊个啥呢？伊刑期吼，就缩短变释放就对了。意思是讲，伊无可能用伊个刑期吼来换取讲安那替白人做这个工课啦。 所以，人家开始有迄阵啊，就已经开始就建立啊。所以我呢做欣赏这曼德拉，曼德拉关伫迄个罗德岛的时吼，迄、那个岛吼，都是咱绿岛相像，你知吼？我想当初的时吼，有一家较破钱、较创台关于绿岛吼，按共款吼，伊本来是伫迄个南非因国内那个外迄个岛，倒来我看伊内底经过吼，那种有小可项目相像的所在啦。 老实讲，我看的时候才真感动的。伊的所在是安那呢？就是无人会当和伊讲话，叫做独居房啊。啊，我伫看守所内底是一人困两房啊，毋是独居尔尔啦。伊是一人困一房啊。啊，我是一人困两房啊。啊，各位大家想奇怪，是安困两房，两间变哪困啊？就是安对面吼、哦，惊和咱讲话啦，伊知吼？ 因为阮的房间内底下骹有一空间叫做迄个高坑咧，就是啊，迄饭啊菜吼，为了坑内底堆入来啦，所以阮叫高坑。啊，但是阮若要讲话吼，就拍到迄个高坑内底含对面讲就对啦。啊，所以呢，伊惊我讲含对面讲话，连对面啊清早，所以吼，我想讲所有内底间我一人困两间的，就是安尼啦。所以咧，曼德拉的时吼，伊伫房间内底吼，我看伊安那咧。 啊！家己讲，无神经有错乱去吼，含啥咧讲话，你知影无？除了自言自语外吼，含家族咧讲话啦，家族你知影吼？
迄房间夹纸来吼，啊，伊安尼含夹纸伫遐对话，遐讲话。我想我即个外人看讲啊，这是笑的呢啊，其实毋是。我内底含牙工来咧讲话啊，这亲身的经验，所以我对曼德拉是讲，伊完全是正确的，含夹纸咧讲话是正确的。恁各位毋知呢？迄个人家己一间房间内底是偌艰苦，你知影无？第一，你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应。你无一个含你对口讲话的人，你家己郁住啦。所以我伫房间内底安那呢，拢像较早迄落踢过车吼，安尼流啦。你行迄个脑筋就堵堵，你知影无？安尼流啦。哎，过只牙缸来，所以我讲这牙缸的是喏，是千真万确的。以后我车内底我会写出来，这段吼。真可贵啦！如果房间内底吼有一日突然间只只工拢走出来，遐大只，各位看吼，有遐大只，唔是细只只工哦。所以当初来时我奇怪，啊，这个阿房内底哪有这个物件入来？所以当阿扁也讲讲伊吼，为了红狗遐是迷信咯，我爱正常。但唔知讲讲店员咧放红狗遐要假扁啊呢啦，我讲可能笑啊呢啊，迄时咧放红狗遐入来。我安尼有可能，我咧只牙工是卖啊，个伊红狗遐，所以牙工的时阵那呢，每日来吼，唔知对来的啦，啊唔知要走对去啊，我都无咧管伊啦。是当有只因为做咧我卡靠手铐，你知影？我咧第二届的时阵吼，我第一届是判十二档啊，第二届佫加三档嘞，迄阵啊佫剩两年外要出去。到1970年的时阵哦，有发生什么代志？就台湾事件有六个人要抢感觉，吼、哦，啊要抢钱，搞不失败呢，佮就判死刑。本来是要判死刑的时阵，国防部甲讲无佮上一日倒啦，结果老政委时阵哦，咱个批用红书批着滴红书笔，吼、哦，即原文我拢看到吼，对、哦，即人家国的人拢爱拍枪。为甚物拍枪？因是1970年的2月7日发生的。迄阵啊，我还佮伫内底的时阵哦，写一个文章送到美国。吼、哦，透过官道出去，讲会当救这五个人无？结果安尼因歹运，为啥呢？刚迄天4月24日，就经过访问美国，访问美国的时阵，吼，吴文亮甲地主仔牙签要变，吼、哦，遐主要是台独联盟，咱正版的台湾人遐有区别，牙签要变的时阵哦，爱好革命，或者纽约的警察吼，从眼面手快哦，手拄啊拄一个，去前拢拍个位头壳顶过，说不对。迄阵也是，我知这个消息，啊嗨啊，这五个人可能无救啊！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可能刺杀无死的时吼，绝对报复的，搞都搞真正。伫4月2日那个时，迄、那个蒋，迄、那个蒋中正就用红纸笔批下啦。我这是讲吼，1970年了后的时阵，固定个只皮教授走出来，皮教授在座位也无那清楚，阮高雄人就对啦，因老爸、因老母医生啦。吼、哦，叫皮清客。第二八事件时阵，英国人及代表之一，要甲要塞司令部去台谈判，结果呢，这五个人拢有拍枪。所以这个后生的皮教授、皮平平，这是正港一个人格者。第一个台湾民选的时阵，含李登辉出来咧选台湾民选的总统，迄阵也是叫皮平平、皮教授。伊就是咱一生无爱做国民党，也是做中华民国官就对啦。所以刚满伫刘阿德当下伫台大，吼、哦，伊政治系系主任，系主任吼，伊无做官。伊若要做官吼，无李登辉，无林亚刚，遐人个分就对啦。伊就是坚持人格者个坚持啦。因老爸和你国民党拍死，伊无可能做那官。无像吴伯祥个心。因老爸阁用安那用门市办卷的呢？我吴伯祥因老爸啊，我拢敢公开咧讲，竟然伊做国民党个官做甲笑嗨嗨，所以这是台湾人个心咯，人格两种个分野无同个。所以皮教授走出去国外个心呢，我真是讲嗨啊！阿带出去个心吼，什么情形出去唔知，但是咱知个，伊个教授伊个宿舍里底。伫温州街啦，温州街是喏台大宿舍吼，街仔头、街仔尾，乱巷仔头、巷仔尾啦，拢是伫无话咧过呢。啊，竟然我当迄个选出嚟，所以我讲吼，安尼偏教授吼，可能双手好下出嚟吼，伊无当甲
全世界讲，讲咱台湾人和这个国民党来遮敢糟蹋旧的发代志，所以我呐准备迄个资料。我第一个准备的时阵呢，较简单呐，就关于速度要甲送出来美国的时阵咯，无有一个内底同事啊，就苏东庆讲案的吼，伊咧工程队也当出入嘛，结果安那把我的物件放伫迄个看守外口啦，我惊起来讲，我问讲啊有用处理无啊？伊讲安那呢？伊无用处理啊，啊物件呢？讲带伫外口，好我惊起来讲，怪结果恶入来就对啦。我以后关系用塑胶袋啊包咧，包咧完整吼，无迄落。好，我就感谢伊讲，第一伊无甲出卖。迄阵我出卖时阵，有个囡仔我无可能徛伫即个所在了吼。哦，迄阵人无出卖，因为迄阵安那呢无完成。人若只要代志无完成吼，你甲捂住就死哦。但若完成了先吼，你就坦然啦。所以我第二届是完成，所以阵啊咧讲咧推我都唔惊，就是因为完成啊嘛。所以第二届的时候，刘桂林，我三个月时间去订做，把这个政治员的名单订做。我一个脑力无遐好啊，但是呢，最起码有周围真侪人甲斗下手，斗下手了完成了是不只用特殊的管道。这个管道出来，我以后才知影，是一个日本报啊，叫做三宅亲子，明国上的时候敢盗用出来的。所以有一届时，我为联合国，我哩抗争倒转来时，我听个日本。啊！找迄个柯教授因太太讲，你敢知影？你论名单吼，什么人家用嘴？你敢知道？我唔知啊。如果用嘴了后先吼，吼，落方发现了后，落啥物电啊，去推啊，吼，这个事啊代志啊。所以讲啊，你有要啥物见面无？我好啊，吼，真难得，伊为着台湾的牺牲呢，尤其个外国人，咱看无。所以讲玉里队呢，日本的神之谷吼，神速，而且蛇口。世界讲，嚯！哎，迄车头人天气落遐济人，啊是免啊堆，免啊人流伊呢？嘿，奇怪哦！咱人地来干吼，讲好来等，我约你甲西口了，因为东西南北口嘛，我约你西口。即摆伫遐等吼，大概时间差不多几分钟啦。啊，我拢看，目睭了了看，爱了了看，伊目色比咱较好呢。雄雄带有一个 AI 组人走出来吼，伊讲啊，那打赛上的是干？我听著，哎呦，啊，就是伊来款咯。哦，我讲是，我就是啥物物咧？安尼，我拢只会伫一个所在伫遐讲吼。讲了时喏，我为着要感谢伊，对咱台湾人一个冒生命危险，对不对？啊，甲咱把这名单送给联合国。所以我呢，为美国倒转来，先库存300块美金啦，完全拢好，因为咱机票拢买好啊嘛。我为答谢伊安那呢？伊对咱台湾即个安那呢？伫迄个暗中咧安辅助，到尾我是好奇甲问啊，讲奇怪，啊你是安怎把即个名单会当送加迄落？伊讲吼，伊送去日本的时喏，透过某一个大使馆，迄个邮递就对啦，无检查。伊美国的时喏，透过啥呢？透过美军的军邮递啦，吼，这是事后讲啊，无要紧啊，对不？迄军邮递是送甲美国啦。啊！了呢，伊美国那个转手转到联合国啦，因为咱迄轮呢，伫个联合国即个肯伯内底吼有出来，所以欧洲、美洲拢有顶出来。较早咱台湾有遐那济，你秘密审判，就是因为我迄轮啦。那我迄轮的时喏，过来是讲，唔是啊简单，迄阵那是出来了吼，一个唔知有成功无成功啊？啊，多好安那呢？伫1972年2月16日，香港有一个新闻天地啊。社长叫普少夫啦，伊安那呢？内底一篇文章啊，美国寄转来，迄边都我有看。安那呢？我遐有生产工厂，有封的工厂。啊，我主要伫封的工厂啊。哦，小等了时间，我那讲啦。哦，做衫裤，我那做衫裤呢？啊，伫迄个生产工厂呢，有人安那呢？把外口报纸、杂志哦，会当含迄衫裤卷卷入来呢。我咧看到了，想讲啊，已经出来啊，有成功啊。心就安起来，你知嘛？迄是1972年2月16日啊，所以我看到了心哦，光好，啊，再看爸妈那安那变化，结果呢，开始吼，迄个三月份啦，我个人暗中吼，因为我在做衫裤，暗中那个监视啊啦，我很奇怪，啊是啊，那个变叫内底咧监视，我那对去对咧，走咧创啥咧，对去创啥物话呢？是毋是安排困房间就对啦吼？因为我在做外，也咧做衫裤，
原来呢，这人代志有人讲，这个代志我做的呀，但因咧妖异啊，啊，这人咧坐落咧关，哪有可能有这出这天大地大的代志咧？对不对？啊，所以因咧，你咧查，咧查对了。原来第一当三月份哦，有台北叫做一个银行叫 City Bank 吼，花旗银行啊，甲联合报吼用爆炸啦，啊爆炸要掠人吼，唔知要对掠啦，掠阮有一挂处理的政治受难者啦，就政治犯就对啦吼，一个就骗教授的学生两个，也是佫要掠去啦，因内底已经处理啊，还佫掠，可能是内底变个奸啦，因为这个普通人袂当做这个工作嘛，结果这个唔是爆炸的。都按我安尼问定吼，讲安那呢？迄美国迄个名单吼，是一个蔡某某、蔡什么人约？伊想想啊，这个伫台咧坐落呢？吼、哦，所以因咧查查查，到尾还是吼，因查了好水吼。从四月七五，就迄年的四月七五啊，因为三月二啦，我看到的呀。所以四月七五哦，卡靠手铐的时哦，我就知影该来的就来了啦。吼、哦，咱就想讲。可能是迄人代志啊，啊无可能卡靠手铐吼。也是我就问监察官讲，啊为什么要卡靠手铐？伊讲哪呢？讲我也不知道。监察官讲伊也唔知啦。讲甲监管指示的讲吼，这个家伙赶快卡靠手铐铐起來，所以伊接受命令俩。所以伊甲带一个房间内底哦，三台迄个录音机底下啦。我奇怪啊，录音咪一台就搞成三台。原来有三个单位啦，国安局、国防部、警备总部，一律拢一台就对了。他来问讲吼，为什么我甲把这政治犯的名单，这国民党伫即个迄、那个迄、那个外国政策的时吼，写出来到处在国外啦，吼、哦，我讲这个物件我用的无唔对，我写的，吼、哦。阿伯阿问讲是什么人倒下手的，我一直拢无要讲啦。啊，是安那用出来的，我也拢无爱讲就对了。了是个上一报案处，就总统外边遐用啥？用条件，你若讲讲，就该释放出去。所以我刚才讲曼德拉的时喏，迄阵也是用迄、那个讲你出去甲黑人、白人吼，遐底下和解吼，伊就放出去。赶快拢引起直播就对了。伊那些呢，讲就讲你叫我交代了，就放出去来判刑。我坚持就无爱，迄叫先烈阅兵啊，用两个来了。为什么呢？一般人别扛起这个因由嘛。我阁存两年，我已经跟简单嘛，伊代表政府。那如果你处理了，你外口阁调皮捣蛋吼，我该抓入来嘛。讲的那是有道理啊，对不对？一个政府卡，你惊你一个安怎？所以我主要是讲，伊代表性是真的，唔是假的，唔是恁办案咧，甲恁维护咱的对啦。就是我坚持了，不爱讲，不爱讲就是不爱讲。好，到尾也好，阁送倒转来，一个月后阁送倒转。伊是用电的啦。吼、哦，迄阵啊，就是要开始硬解要钱啊，就对啦。你电的时阵吼、哦，各位有人作起来问我讲啊，电的滋味安怎啦？我讲我讲袂出来，那袂恁家己电看卖就知影。吼、哦，恁家电看卖，因为我无通讲啊，讲迄个电的艰苦，文字呐写袂出来，咱来用嘴啊讲会疼你哀啊，但电的袂哀。这个麻痹吼，和你的感觉吼，就结袂啥出来就对了。啊，你和你会救起来，你知影无？会救起来，迄、那个电视呢吼？但当初的时用单电啊，就单线。迄单线咧电的时阵吼，无透过心脏啊。但你安那呢？单线咧电的时候，我阁也唔知讲是咧电啊啦。对，后壁迄个三个吼，一个组长啊，伊三弟后壁咧看，啊伊咧放电啊，你知影无？啊，我阿尊讲奇怪，三弟咧创啥？我来照常歪头歪面咧看，阿彪讲，很奇怪，我小可听的嘛，迄阵个鸟鼠个计左惊吼，哎，起起楚楚啦，你阿彪起起楚楚安尼吼，吼，原来就是讲奇怪，啊，这个电也是无电呢啊，安尼啊，就叫一个吼来把电吼，到我这个拔起来，伊搞电看卖，迄动作我真拢记掉的，啊，他妈的有电安尼啦，吼，该电一个吼，迄、那、落、個，啊，我哎奇怪，啊，你电啊，我是安个无？伊也较知啊，我天生上天荷兰的啦，迄、那个阿鲁较悬啦，阿鲁哦，伫物理上叫电阻啦，啊那 S 吼叫电流啦，所以电阻哦较悬的时阵吼，你若要甲电迄个，比如 S 就是电流啊较悬就对啦，啊所以单电电无过了时哦，我就心内想，吼、哦、啊害你咧假熬咧假用，啊你电啊你过安尼吼，万一个个用较强的电你就死啊，迄阵你想啦，啊真正。
后壁迄个组长就讲啊，用交叉，所以交叉就是吼透过心脏相线，所以相在电力相线的时吼，迄阵啊你也看，迄上天真正给咱智慧呢。因为电力是你若执无神吼，脑筋小度，小度就对啦，会恶死你啊！吼，啊你安那呢？你若执无神吼，伊讲你咧假神，啊我咧也袂放电的，你咧假神，吼、哦，迄是真歹咯。所以底下呢，迄底下千分之、百分之内底的时阵吼，我来看，一开始咧要放电的时阵吼，迄、那个要袂到这个箭头尾时了，但是我就放一个安那呢，总昏迷就对啦，吼、哦，目睭当白干啦，吼、哦，啊因来惊一个，我拢吊起来，你知无？啊，其实都要袂电着啊，那知影咧电来尔，电吼已经过来要袂电着的，我就改成做了，按惊一个，你知影无？有迄个动作哦，较会已经电着迄个动作啊！啊，其我事啊，因惊一个人，拢关起来，伊怎？啊，关起来时吼，就叫一个人，吼、哦，来个变迄个目睭呢啊！一变电管，我来当电管哦，变白干就对啦。吼、哦，用改成电一个人啦，都用水吼、哦，关叫人去摕水来吼，甲泼就对啦。伊看唔当有昏迷，拢清醒安尼。啊，其实我足清醒，因那边一举动我拢有在听啦。迄、那个上天给咱智慧，你知影无？啊，所以我也是想，嘿，我若想过紧吼，吼、哦，伊会讲啊，你去假神，我等下也袂放下你落咧假落，吼、哦，散了真念俩。啊，你若讲要假用就对啦，迄阵的吼，透过心中吼，有可能可操的休克去啦。好、哦，所以吼、哦，我当讲上天真有照顾咱哦。伫个时阵啦，因硬要讲啊来，讲你这三两个倒手的，你安那用出去的，我唔讲就是唔讲。唔讲了时咯，计来啦，开始用推的啦，用推人知吼。迄推的时咯，因连咧推人都研究。较早推人用骨啊吼，功能三哦，迄皮啊溜溜吼，啊血主要就造出来，你知影无？迄个硬讲吼，因会感觉讲袂啥落安尼啦。因研究啥咧？用塑胶钢，塑胶钢讲的时咯，迄皮袂溜啊。但是呢，你内底肉吼，拢受伤啊。拢乌来血，乌的肉，你看我厉害无？我讲到规后壁迄个是咧，有人讲到规拢受伤啊吼。迄个伊那边问我讲，什么人家用出来？啊，什么人家倒下手的？因知这个工程吼，唔是我一个人我能完成的，这是算真大的工程啦。伊对这个国家因的政府名誉严重的损害吼，所以硬要接就对啦。啊、我唔讲就唔讲啦，你个安怎先咯？个公司我都唔讲就对，因为我呢，我只讲已经完成啊。当我呐接受伊个讲法的时阵吼，会比着害着甲恁倒下手的人。啊，这是咱做的，迄个倒下手还是无辜的咯。所以我坚持，绝对袂使公司任何一个人有甲恁倒下手的。所以较近，我咧对我咧广播的时吼，拢无把遮个名用出来。等老中华民国伫即几冬内底挂出了先吼，我会把甲倒下手这人哦正式公布，因为我无爱阁有互遐人做着困扰，所以我立到先吼，遐内底甲出一个外号叫萨布赖，萨布赖呢，就日本武士这个意思就对了，所以能够牺牲家己，袂使牺牲别人，所以今仔。我伫内底得到了这萨布赖这个名，我的名片拢继续甲用得到了。所以有这个名单伫海外引起真大风波，但问袂出讲这是安怎处理的，什么人倒下手的？啊，因真歹运哦，迄、那个检察官吼、哦，过日啦，拄我受国家规个吼被困一个过日吼，无代无志，看说检察官吼、哦。来迄个地下室，别问我的笔录啦。问的时候，阮是说咧困拢穿内裤尔嘛，这地下室吼，佫热。看一个惊到，因家己惊到，你知影无？安尼，我一躺咧，吼、哦，迄个检察官吼，讲好了好了，你不要坐了，叫我卖贼了吼，你站着。现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昨天以前问的吼都不算。哦，迄个检察官唔知道良心你安尼吼。阿公好，阿来问，搿问到重点的时喏，是啥物阿倒下手的？阿来用出来，我阿个问袂落啊。问你知吼，我这人坚持吼，所以讲安尼啦，安尼无，重新吼，我改
问一下了，你的动机是啥物呢？我纸甲笔给你，你等下先哦，后厝我来，你交好啊，吼、哦。迄你唔讲马件，但是你阿讲你的动机，因为你个剩两年我要处理啊。你为什么个继续做这个对对因的政府啦，因的国家就对啦吼，吼、哦，现在有损害的代志啦。你个怎样呢？你为啥会卡到手脚？就是因为这太严重，你照因的法律。第二条第一项一定要判死刑啊！所以讲，你阿公个动机了，讲好，啊，等于就瞪眼，我瞪房间啊，就拍你啦，拍你下。所以讲，较紧哦，惊拢会提前。迄原告吼，我会叫人去看起都出来，迄个原告了吼。迄阵我讲安尼啦，伊讲吼，我当初来坐落是二十几岁啊，我阁是学生呢，我无结婚呢。无家庭，但是呢，我来进检疫总部时吼，进来咧看，90%、90%拢有家庭，拢有家庭。但是呢，因家人不管有做无做，什么理由来了时吼，一个家庭失去经济一条啊，啊为着安尼时阵，迄、那个家庭呢支离破碎，为伊个太太。为了照顾囡仔，伊不惜用女人上天赐予的原始本能、原始本能去赚钱来支持遐囡仔。啊，另外呢，因为安尼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什么？由你政府用一个白色、白色吼，你政府用一个白色的政策出来了后，就变作。你政府袂照顾这批无缘无故遐无囝，然后呢，你的亲戚朋友因为你的白色政策，所以无人亲戚朋友都唔敢来受这门。佮另外一点，社会慈善机构伊也唔敢来伸手来接济。所以我讲的是吼，因为你的政府的这种政策的是吼，符合着啥呢？符合着即群。无依无靠，啊，受了社会放杀的一群呐。我讲既然吼，你政府无要照顾这群，另外亲戚朋友，因来因为你政策问题唔敢伸手，佮较重要社会慈善机构也唔敢。所以我讲，就徛伫个人的人道上的立场呢，我希望咱海外乡亲。会当来救援资助这批被社会、被政府放杀的这批孤儿啊！讲我的动机是安尼，各位，老实讲，我真真积极，啊无我讲是，我真正先流目屎。当初是我上天，哪会发我这个智慧？我哪会知人写这份的信哦，改变哦，警备总部迄个无血无目屎，伫迄年8月15，我当把遐看守遐。遐个人发2000、3000、4000，搁有迄个月饼上1万，就是看到我这篇啦。我这篇也是唔知讲会打动人家无话晒，跟别转播，就是灌叫你开会啦。把我这篇拢上下顶关的是，因问不出讲是三人家打手，三人家打下手用出来的，问不出了加动机的是喏，老实讲因顶关就开会。这个时候我调一日到的时阵吼。内底有因内底人甲讲这人代志，顶完开会，啊，你啥呢？会当证明就是迄年的8月14啊，8月15大家食月饼，我为4月15开始卡靠手卡先，甲十月就是因的8月14啊，甲叫去楼顶的时吼，突然间卡靠手卡拢拔起来，我奇怪啊，这拔起来唔知什么用意，唔知啊，搁底下咧八。买油啊，甲月饼，买我食的时阵，我头无买食。我是讲国民党种利多必诈，唔知是要后一步，唔知要啥物弯歌啊哩嘛。我袂用食，但是呢，迄、那个副队长吼，伊讲吼，阮是足好意的，因为阮有看到你写迄轮的作别书。哦，既然你有看到迄轮。阿姨惊讲吼，我唔相信。答讲吼，你内底有写啥写啥写啥物话？所以讲吼，今仔日你的新闻是闭关，
阮的想的是管理，所以管甲比管内底身份无同。但是呢，如果今仔日你娶某某，你若伫社会，我出社会的时阵哦，我永远会要甲做你娶亲的朋友就对啦。就可见迄阵内底有看到，我愿意个人家己牺牲，绝对无出卖着，也是危害着，甲咱斗下去的这些人。所以连这点，因这都受到感动。所以我结婚了的时阵呢，老实讲，未来会遇到这事件呢，会当公开审判。这个是咧旧的政治犯，新的政治犯内底吼，一个分水岭啦。伫较早，阮以前拢秘密审判，无人知啦。这为什么？我都促成功把这轮1972年的送出去，在联合国迄种挂出来，迄当的时哦，在富的车帮，就是1970平教授走出去了。东南亚有198个新闻学者的落这些员，这些新闻哦，来台湾访问啦。由平教授走出去了时哦，国外报纸杂志拢登嘛。伫因规十里目睭内底，题目看来咧，竟然这平教授。唉，一手尔尔呢，好一手尔呢，啊，也让伊选出去，所以外口都有报道了，报道了来访问了，来访问安那呢？所以记者在问哦，蒋介石讲啊，无台湾都无政治犯啊，哎、欸，奇怪，迄逃犯的哦，台湾是无逃犯，讲台湾无政治犯啊，来记者又搁来问哦，哎讲哦，因既然知哦，有足济人要主张台湾独立啦，无必要恁就管安尼咯。就该是讲啥呢？讲哪有吼？迄是一小撮啦，一小撮啦。迄刮火起来，我拢看有啊。讲哪有吼？伫美国一小撮而已啦。好安尼，虽然看到了心咯，甲郑家促成讲，我爱把伊就该是国民党内底遮无公开性破遮呢，互世界知影。所以说，这个原因啊，都偏教授出嚟。啊，到去年2月7日，有台湾五个人在咱个革命个先烈书。迄个拍生意，所以我造成结婚吼，阿弟吼，即、這个上天甲咱照顾，三母四母母一个变感化三当啊，所以本来判12当，佮加三当嘞，伫遐咧足严重内底，我若想讲到底即人是大诶还是小诶，哦，咱家己也毋知影呢，因为我昨伫家己一个间困两房诶时喏，我咧想啊，讲奇怪，我要坐落前两个月吼。有突然间一个相骂，一定要相我的名，讲吼，讲安尼，无爱相我的朋友要相我的哦。我感觉足奇怪，咱少年靠咧相信这個，伊讲吼，免钱来相，你也无相来后悔。伊讲一生安尼，你有两个官府，我讲官府可能做官的款呢，迄阵听无咧，讲可能会做官咧。但是伊只讲来了，哎呦，可能唔是呢。伊讲安那呢？伊讲吼，你有一个大，一个小的。佮拢伫军中发生诶，但不管大小，你拢无生命危险，有你有上天的贵人。大小是无啥，迄阵拢无爱信道迄啦。但当第二届掠起一人困两房诶时哦，家己咧想咧，嘿奇怪，啊这个是大诶小诶，十二当那小诶吼，哇这个无怪卡卡手搞，这就大诶呢，对无？啊如果这小诶，啊十二当就大诶，迄阵家己伫遐想啦，吼、哦，但是呢。伊讲一句讲吼，有上天有贵人，拢无说白样。啊，我想啊，对咧，这句吼对咱足安慰啦。啊，插插伊啊，管伊大小啊。啊，所以当我看咧杂志讲伊个处理了，心归安咧。你要留，你要煎，又在你啊就对啦。我伫已经有达成啊。那第一届时阵哦，我可能袂遐那坦然啦。啊，第一届无成功啊，啊，就又出卖伊啊。哦，好个在。第一届是有成功哦，所以我伫日本的伊，加这米亚国上，一直就解得特别感谢。你来台湾，你来高雄找我，我来做我那个船队呢。我高雄的茶山哦，食土鸡啊，哦，各位若在一直在做吼，高雄茶山遐有土鸡啊，我来带伊山顶遐，吼，落见也转来对啦。来台湾，我你来高雄找我，所以这个写的吼。所以这段呢是简单，我个人讲的这個白色之恋的事。我耍了安那呢，咱必须要知啊，咱台湾最近的近代史啦。因为各位即大家有机缘来参与咱台湾民政府的时阵哦，
必须要把法律做清楚。较早的时候，几十年的，咱接受中华民国的教育，所有内底的历史、地理，拢完全甲这种好笑，拢甲咱骗。你也想嘛？咱前各位在读册的时候，拢是要读长江黄河啊，拢会读迄个三山五岳啊。咱就把咱的高雄爱河，有甲阿里山，也是讲有甲迄个下淡水溪、落水溪，有互咱了解，有甲咱教些无，拢无爱。所以咧，甲历史的时呢，伊就敢讲，为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安定落来。你读这历史有用无？无效啊！但是呢，咱当下有强迫的，甚至啊，要甲咱就无意改掉伊。我五块八就发掉呢，各位在座唔知有发掉无？我发掉五块啦。讲这台湾的话，讲我虽然要叫台湾话，叫做方言啊。你就讲挂号信，伫个楼梯头啊，用一个呀讲方言，发五块，发得一落咧。你也想我做一年哦，入去哦，我就是牙手哦。后壁个学长吼，解救啦，意思讲吼，迄个一年生个袂使讲话，你知影无？迄个内底亚波内底会议，迄是拢官员级的，二年以上开始发，一年都袂使一个啦。啊，我唔知啊，差别啊，啥物在讲方言啦？哦，阿伯甲救啦，救来坐咧，啊，我袂愿坐咧啊，啊，官员级的我都袂愿坐咧，对啦，我都讲啦，我啥物叫做方言啦？我若白白咧辛苦的时喏，你唔是呢？迄个客人的时喏，伊就讲客话啊。我白白伫遐辛苦经，啊，咱讲单咧，讲单咧，啊，你四川来讲狗子的。吼、哦，你那是咧讲遐四川话啊？你对些啥物叫做方言无方言啦、啊？吼、哦，讲这无公平就对啦。啊那无，迄、那个恁那连长讲迄时吼，迄上海话啥物啥，我都听拢无呀。啊无，大人讲北京语嘛。诶、欸，你那时吼，咱讲过大声样吼，吼、哦，唔知我讲点油做几好？啊，来了呢，诶、欸，因咧收收起来，你知影无？迄话五块收收起来，所以我讲的时吼，要消灭咱的文化。所以开始，我讲的时候，简单讲，咱的台湾甲澎湖，就是甲我战争的时阵呐，哦，日本甲清朝战，啊，清朝战书，吼、哦，各位领导老师拢会听到我搁讲一遍的时候，战书了是把大清帝国皇帝的时候，啊那含日本大皇帝因来签约嘛，啊个把台湾澎湖永远挂予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唔是挂日本啦，咱也读册拢挂日本呀，其实就挂皇帝吼。第二来先，咱讲咱台湾挂火星，伊清朝管的是那西部一部分尔呢，中央三尾一党也是拢无啊。这个无地图，恁看哦，就是只塔嘛尔呢，你知无？咱的正啊，迄阵啊地图，清朝地图是安尼尔。但伊啊，这个原住民就即马高山族的，哎，奇怪，啊你清朝拍输的时候，把我的鬼拢挂互人去啊！算开始抗争嘛？那讲咧隔壁内底白书记连咱隔壁厝都煞共挂挂互人伊，迄唔对嘛？所以各大在抗争，日本过来时吼，就是为着遮啊思想真济，用奇怪呢？啊，你清朝都挂互我呐？啊，我是安那？诶，原住民讲奇怪，我唔清朝无关系啊！啊，这是我的家园啊！啊，所以日本的时候，而且呢，武侠事件你记无？八宝年事件。甲无端的事件，这是不能思想境界。到尾讲啊啦，无我用国际法来，我用征服，我用征服你，对不？所以到尾也是了征服。征服到1937年，甲全台湾汉民化。为什么咱在台湾甲平和时阵那是清朝土著地，这不是原来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知无？所以讲迄个时阵会挂辽东半岛，迄叫做奉天呐、啊。迄阵因清朝起家所在吼。伊若要挂日本，结果人苏联国际抗议啊，袂使，这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你袂使。所以到尾黄金，迄玉签了后，哎、欸，我再去改，用黄金去换掉，把这个玉废掉伊。所以你知影呢，一种咱的土著地、殖民地，会使那呢挂来挂去，袂来袂去。但是呢，神圣不可分割本来领土，你就袂使。所以这属性嘛，啊，个另外在国际内底啊。你的占领不能并吞呐、啊，安尼流氓的不能合法，哎，你袂当变成合法啦、啊。所以中华民国小党我也在讲着这点吼。所以你讲
日本的心，伊个清朝要挂号，伊个是若要征求咱的祖先的同意呢？敢有？无啊！如果挂号人挂号人啊，结果伊安那有些挂号人，台湾伊伫清朝伊阵认为讲，这是鸟不语花不香，男无语女无情的画画之地嘛。咱台湾迄阵啊是用跨州人，你知影无？但今仔日台起大楼起大厝啊，今仔日台是英华富贵的弄出来，伊就讲哎，这你我的啦。咱如果台湾哪个成立在清朝时阵哦，成非洲一撮屁啊这啊，这囡仔个啊大头壳的心哦，因就袂钱讲咱台湾是野啊啦，因为咧钱野这一个负担嘛。所以你清朝时咧，佮挂予咱，那不征求咱的祖先的同意啊？无啊。所以今仔日日本过来时阵吼，啊思想真济，开始要把台湾建立一个吼，伊当然较早是殖民地嘛，吼伊在当作殖民地来看过。所以到当时呢，二次大战中的时阵呐，咱台湾的命运就开始改变转化。伫1945年四月七，啊，皇帝是就下诏书啦，来正式把台湾配合纳入大日本帝国，这个大日本咯，你即卖咧讲的日本啦，大日本帝国内底。就是啦，变伊个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为什么呢？安尼了后，你开始参政，你开始参军啦。所以伫二次大战中内时哦，咱有三个人去东京参加因个会议。另外呢，咱有咱台湾人去南洋去做兵啦。所以因为要纳入伊个大日本帝国内底，咱开始当参政甲参军嘛。这是1945年的四月七，但是呢，咱做大日本国民的时候，特别四个月后，就是1945年的8月15号，吼，因为初六、初九，美国两个原子弹去点广岛、甲那个沙基，点了时呢，日本天皇加个思想真济，所以甲宣布投降，但放弃，无放弃，讲好没有你，没有伊，没有伊都无。吼、哦，就是无接受者，我甲放弃啦，放弃我管他管嘛。第三个管理，就美国伊占领国又管理啊。到底这个时阵造成这个问题出来啊？因为咧讲咧讲开罗宣言，加迄个波茨坦宣言，宣言是大家公共的啊。咱大家公共，迄阵啊，当咱1943年是喺个战争中咧，当咧战，当咧火的时，咱大家公共的啊，啊战老了安怎安那啦？在当咧分分赃了对，安尼讲啊。但是咧有遵守无？公告都无签，无公布，无签嘛，迄一个公布尔尔。但真个战争行为，迄、那个法律上最高者是啥物？就是和平条约嘛。所以1952年的时，旧金山合约内底，内底足清楚，美国23条未来，美国伫遮占领讲嘛。啊，咱今仔过伊呢，也是经过旧金山合约啦。好、哦，小等我来讲着吼。小等我来讲着，迄、那个当老蒋维新，因过来改变咱台湾的命运，是看得到呾嘞。伊1945年了，伊个接收时代，马加萨120，因为是皖东军，爱是明军最高统帅，毋是叫中华民国来遮接收啊，毋是啊，是叫你皖东去派一个代表来。所以伫中山堂的时呢，有苏联、有英国、有美国、有中华民国。就是呢，插四支旗啊，底下还是作兵迄个嘛，代表明军来守防日本嘛。但因咧派军过来的时阵呢，迄阵啊，当然啊，作者内底吼，拢啊美国啊咱甲咱暗卡的啦，吼啊伫即个模糊状态内底啦。所以连因开始一个孙悟啊来塑料，因派部队过来，各位知影吼，阮的时代哪一边头较尖呢？迄只咪是看起啊，像铁甲兵啊，因为安内因为顶下西拢歹咧，佮啊穿草鞋，啊鞋闭裤卡，买件佮两支枪，一支气球步枪，佮一支假粉的烟枪啦。所以是阮老爸当来时吼，阮在细汉，吼，佮弟弟大汉，都会听阮阿妈来讲，所以阮阿妈就真优秀哦。阮阿妈的时吼，迄个阮阿公早起的时阵，吼，阿姨安内呢，培养。七个查甫的，啊三个查某的，阮阿哥三个，阮老爸甲兄弟七个，来对就做医生为工程师，甲阮老爸较含慢啦，无做迄个书记啦，对不对？伫咧邮局咧食头路啦。
大公我那骂心哦，我你也大拢足尊敬呀，吼、哦！竟然伊白卡迄三寸脸，你知吼？啊，若要洗头毛的时哦，卸落来吼，迄落擦啦，爱用爱个一个笋啊，迄个倒用头毛啊，迄看偌长啦。啊，等你洗头毛洗一波啊。啊，刚才啥？迄洗卡吼，迄三寸的迄啊，迄裹脚布吼，爱占一支德哥啊，我占一支德哥啊。啊，说细汉了，我咧看哦，阿妈真优秀。所以我咧细汉吼，落去我咧园啊吼，倒那倒用荠菜，啊，等下还阿妈呢。好伊啊，爱饲猪呢，爱饲火鸡呢，迄火鸡仔吼，落去用电火甲烧呢，阿爸见迄肠啊吼，切开了吼，还佫破开呢。我就问我阿妈讲，啊，都肠啊切落啥那个破开啊？伊讲你唔知哦，迄火鸡啊仔吼，迄肠啊那无吼，迄籽啊。拢缩掉了吼，都系僵伊就对啦。所以咧，迄肠啊一定爱破开啦。嘿，即我阿妈拢甲阮只孙啊讲吼，啊所以讲，当下时我老爸讲讲，甲我阿妈讲讲，好啊，遐去食冰啦。阮先细汉咧听下时哦，唔知咧去食冰啊。但是阮咧伫三民国后，有啥呢？有日本兵要遣送等于日本咧，迄军队仪容有够好诶。包括种切甲金下下，迄、那个队长的武术刀吼，我哩甲抽出来，阮囡仔娘娘，迄个抽掉金下下。慢慢伫大汉开始比较，一个战败国，为个军容军纪遐好，拢伫三民国后迄、那个迄、那个走廊，暗时啊困了底，日时拢出来外口坐，要等啥呢？等船啊，要等因日本天上倒等伊。所以个所谓战线国的，就成铁甲兵；战败国的军容遐好，阮伫细汉慢慢的。电力资源吼，有一个疑问题个啊，有一个疑问题个，所以呢，我甲大汉仔讲，原来日本呢，为什么这批遐优秀呢？就是关东师啦，迄阵派伫中国大陆个时吼，叫日本的精锐部队啦，伊派两师登来即来遮吼，要准备和美国对抗啊。伊美国伫硫磺岛个时阵哦，死伤真济，日本也受伤，美国也受伤。吼、哦，我即个到外去美国个时吼。有伊看那呢，伊硫磺岛，遐美国为着要插旗啊，起来吼，即马拢雕刻起来，所以底下死伤真侪。所以美国现在改变战略，本来是主导攻势啊，我即块岛了，佮换块岛，但是改变，安尼死伤会真侪。那如果硫磺岛了要攻台湾的时吼，伫台湾车兵吼，毋知要死伤偌侪，所以安尼改变叫越岛攻势，我跳过台湾的时吼，从直接为乌克兰话下去。所以咧，这也是改变咱台湾的命运啦。我见老的时拢，我那侵杀侵王啦，我一家拍到你门口埕就对啦。所以无爱经过你台湾遮，所以咱台湾迄阵用派美日搞来轰炸，美日搞来轰炸，唔是日本来轰炸。咱咧这个伫咧读册时喏，拢学国民党教育，讲是日本来轰炸。啊，拜托的，咱是日本的迄、那个，迄阵是一个领土个伊个遮居民的伊来轰炸。是美国的轰炸机来轰炸，伊安那呢？伊无爱登陆，所以因为这个战略上的改变的时哦，乌克兰啊以后的时呢，二十年后，吼、哦，1952了签约了，到1972啊，二十年后政治改革，总成为日本的。但咱台湾无用成呢，咱台湾用法律来解决，咱无用政治解决。所以咱台湾命运卡呢，如果阵啊美国来直接登陆安尼，今仔就无安尼啊。吼、哦，阿袂讲中华民国这批的笨手来接大家，所以伫安那呢？1946的时候，英国来，就规个拢改改做中华民国籍的。啊，我迄阵阿囡仔呢，阿囡仔来是安那呢？算是本籍的呀，因为1940的，我知吼，交合15年，即马节省起来吼，啊，1940，那伊算起民国是29年出的对啦，所以1940，所以你要想迄阵啊。咱拢是算日本人啦，伊就不管嘞，伊违反国际法的是把咱所有国拢改做大大小小拢改做中华民国籍的，这违反国际法。当日本为清朝遐台湾配合时，伊若乎台湾这个地区的时哦，两冬的时间，互恁适应，安那适应？就讲两冬后，我日本过来问恁，恁以后是要做我大日本帝国公民，还是要继续做清国的国民？结果两冬后，日本个重新来问个是有4000几个要做
大清帝国国民，啊，为了等伊，啊，无要等伊老李即来遮就居留证嘛。所以咱咧清元时也是了，日本时代佛教天本，老家著名你是华侨的吼，啊，歹势，迄就是恁的祖先哦，要继续做大清帝国的国民啦，吼、哦。啊，所以话奇怪奇怪，啊，我着台湾人是安靠变做华侨的，迄就其他一点原因啦吼。咱若清迄、那个，咱的元时各位台，你如今要无清身份证的无，请举举手，要无清身份证的，台湾身份证的要不要清的？还袂出啊？是还袂出来？是，我即摆是讲还袂清诶，有无？有吼？吼，安尼无真济人吼。希望你对国手了时阵爱清身份证。即、這个台湾身份证诶时吼，是咱作为台湾人三四百代来抵触咱家己诶身份诶啦。咱去证明咱诶身份，我是台湾人，毋是讲你会晓讲台湾诶叫台湾人呢？啊，我来讲讲英语，毋是去变美国人伊？毋是安尼你讲，你有身份。所以今日你摕出来，哪拢中华民国的钱啊？你身份证起啊，拿中华民国的啊。所以为了请一张，就代表咱正港的，就是咱本土的台湾人。啊，为什么需要清车？你和中国人分别啊？无你只要分别清楚，美国人讲你谁拢相像啊？你讲你台湾人，没有在见面，所以大家都当作你中国人。所以美国人为着安尼，你必须要清啥？清咱本身台湾身份证。这了是当然以后有啥物好处，怎怎？这互别人去讲啊，这我免讲这就对啦吼。有其他讲师也是必须要讲，若是若无请的，等于要甲国舅请。所以咱台湾人的咱的先民有经过遐那侪和外来政权的交谈的，你包括啥呢？包括迄个西班牙和咱的来时，他把这台湾当作啥？伊另外一个那呢？东印度公司的因啊，底下做一个经济上的跳板呐，那一个基地念念嘛。所以地心讲过来的时阵呢，因啊主张台湾当作啥，伊要反清复明的基地嘛，那一个跳板念念。咱台湾做基地，啊，就换中华民国招我过来，迄种挂出来，来加工也要反攻大陆嘛，啊，把台湾做的基地啦，啊，再咱两个做人的基地，两个吞大，两个交叉，所以真无愿意的是今仔日。都有咱的秘书长传咱218用228这个数字，吼、哦、来个告美国，告是用啥告？当然用战争法，用人权，用啥国际法？佮真重要，其他条用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内底第23条写嘛，对美国就是只占领国嘛。所以咱那边啊，证明讲咱本土的单人，咱个告本土的单人无国性嘛，啊，无唔对啊。迄中华民国唔是咱要战胜的呀，伊甲咱改呀。所以各位知影讲，有迄个本土台湾人，咱伫旧战合约内底含台湾，就是美国台湾国内法、台湾关系法，上大差别无同款。伫啥物所在？咧英文差一句尔，差几字尔啦。伊咱本土台湾叫 The People of Taiwan， 但是咧台湾关系法内底呢，来咧定下 The People on Taiwan， 即个 on Taiwan 跟 off Taiwan 无同。所以为啥美国家呢？甲你模糊，台湾作证诶，咱必须要作证诶，甲告。我伫本土台湾诶时阵哦，所以一审伫电话呢，甲二审高等法院咱拢总赢。一审诶时咱哪呢？咱也告，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这法院也承认。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诶政府，这哪承认呢？拢属实啦。为虾米？中华民国不是咱本土台湾政府啊，这种事实。第三点，就是美国是咱台湾的占领国，这那是事实啦。所以一审的是咱赢，该高等法院记得搁加嘞，搁加啥呢？高等法院讲，就是讲美国除了是咱占领国以外呢，就是叫你美国政府安那呢，爱履行实施，就照咱原告的要求，这高等法院，那高等最高法院是。煞暂时煞空诶，安那呢？大拢准也未准备好，你也未准备好，来美国也未准备好，所以暂时煞空诶吼。咱也好势，搭过来来处理这样代志。但最起码呢，咱有赢也伫所在。你最高法院时呢，国务院伊放弃抗辩权，放弃抗辩权吼，你知吼？就是尊重你原来原告所讲诶拢是事实，所以放弃了。
所以讲今仔各位，大家来读这个法律的时阵，不管你一定要读初级甲高级，和你的交叉内底吼，你会对这个法律的认识。江叔讲过马紧，我再次的强调，就是和恁育才的时阵加强了。今仔咱台湾的法律的定位，唔是咱用感情讲的，讲啊台湾的咱台湾人的，吼唔是呢，这绝对是错误的。吼、哦，这个感情，较早时呢，咱拢是感情上的，阮坐了出来，皆是咧抗争嘛，为抗争遐老贼，抗争老贼了，我抗争啥呢？有总统直选，阮所有南北大小镇压，拢有参与过，包括咱有新的一个在东西咩？阮爸爸说出来，来伫高雄，伊若是做者镇压，拢有见过啊。而以前呢，咱含阮小强讲讲，拢会参加咧选举啊，啊伊较早咧选国代啊。好、哦，走迄个底下困吼，在迄个国贸新村啊，下面底下平底下迄落啊，而且人家特别为着台湾独立，啊，但即摆想咧，这个错误的过去，你知影无？因为感情上的哦，咱希望台湾是咱家己的，当然咱要当家做主啊。但咧有一个上要点，即、這个咱是宗主国嘛，即、這个咧是战败，战败了，美国伊有权通个处分咱台湾，你讲啦？注意后尾含中国啥物关系？迄个等美国入来甲拍算啊！所以即摆话你啊讲伤济啊，讲哼啊，我也无要做美国人啊，啊我也无要做日本人啊，对不对？就先该讲讲遐五四三的，即摆都毋是要叫你做啥物款人。即摆咱要求咧是讲把中华民国赶出去，法律上的是才是咱本土咱台湾啊。你美国是有安那有责任，哪个有权利有义务？当作蒋介石的是用军舰去甲载来呢？所以今仔日，台民政府要求，各你要过来是安那呢？希望你这粪扫拢再造。你向阮这台湾人的心，阮交代落你交代六十几栋啊！我想这台湾同意嘛？有一点的是咱较可恶的是咱本土的政党，就民进党。各位咱在座的民进党员，别紧，我来公开的讲，我来资深的民进党党员呐。来当初的是咱台湾国语文是啥呐？台湾主民主国。各位印象哦，这主民主管，哎，算算人，啊个感情上，目计无唔对啊。咱住伫遮个人，咱家己决定咱台湾的命运啦。但这是一个空洞的讲法嘛。结果是伊伫1999年的时，甲咱偷改。阮心里主心的动员都唔知要改过，啊安怎改？是啥物情形内底改？咱的国语咪即马改安怎？你知影无？改啥呢？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哎。即若感情咱听听，若想会爽呢吼，哎对不对？啊，但是呢，下家你也气一世人啊啦！伊安那写呢？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各位来想看卖哦，你国民党因想尽办法，用迄个假开罗宣言、破产的宣言之中来，硬要敢气啊！咱已经在含在对抗啊！今日新的本土的台湾人，你会使安尼出卖咱台湾人吗？咱台湾当时出卖了中华民国，所以你有咧选举，有咧政党，就出卖咱台湾人。你甲摕历史数文件出来看卖，现在咧国号叫中华民国，是有你咧选举，你摸伊个大腿。因即摆讲啊，蔡英文伫美国讲啊，讲咱有含做修改宪法六届至七届啊，其实是七届啦，其中两届可能无算啦，要终止抗战时期的即落就对啦。迄内底宪法内底，敢修改讲台湾配合是中华民国的呢？你哪敢修改这呢？你是伫流氓的政权呢？所以有 Chinese Taipei 就是流氓伫台北的，你知道？那阵讲的是因个迄个达赖喇嘛，伊流氓伫印度，流氓他不能就地合法，因老选举呢，因选举家己30万家己选呢，伊无含印度人做选呐。但咱即个只无台无是咱台湾含做选。和延长中华民国生命，甲国际讲，你要看，阮有选举啊，阮走向民主啊，阮走向自由啊。但你这个国咧，啥物有信心？伫中华民国先挂出来，你伫1949的时候，伫南京遐一个牌啊，一个王牌啦。1912甲1949年中华民国一个王牌，还佫踩伫迄个南京啦。但你挂出来了先。你伫联合国内底会维持遐久，是因为美国冷战时期伊要围堵共产国家嘛？又罕见爆发的时阵哦，你都好高命扣着。
所以，美国需要日本甲台湾这个所在做后边时咯补给站嘛。所以，日本来时咧，拄啊，好，即只乌龙哥挖起来，就变起来，只有中华民国。所以，伫联合国内底时阵咯，因安那用一个安理会的协助底大下，就中华民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所以，美国伫后边咧支持，迄个苏联集团呢，无能对抗安那呢，即个后边的集团呐。 所以，伫冷战内底时阵吼，只要美国是老大，我就支持你会当代表的代表啊。所以，咱伫遐个1970年，就是我把政治名单揭出迄年，就是咱的关键年啦。迄当个时，伫整个海外咱所有投篮讲，你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政权啊。但是，讲外来政权要创啦？结果的时阵，上重要就是阿辉33个国家啦。迄个时阵啊，甲美国讲啦。 整个国际局势咧变，你美国支持中华民国，即个中华民国有效统治范围是一个台湾小小的台湾甲平和尔尔。你拍开世界地图起来的时阵哦，中华人民共和国伊个土地甲面积啊甲伊个人口，拢占世界伫要得到1/5啦。为什么伊无代表伫迄个联合国安理会小组开互一个小小单代表？ 伊讲你美国若无要调整这个政策，阮阿辉33个国家呢要偏向过苏联的集团呐。哦，美国迄阵也是国民党的执政者啊，对不？这犹太人的时候脑筋也真歪，那搞尾尼克逊就讲哎政策要改变啦，所以派伊过来时，甲蒋介石讲的时候吼，讲因为世界局势咧变动啦，所以你若讲咧普通话来讲的时阵吼，你的有效统治领土是对的呢。 台湾配合，搁加上加两块石头，对两块石头，金门马祖，这两块石头是，互咱台湾死伤真侪，同化者本地大爷，来死偌侪人伫大爷，迄钢筋水泥的时喏，几百万都去沉伫迄个石头里啊，对咱台湾生帮助无？不但无是，还是咱做一咱台湾人啊，金门马祖含咱啥物关系？叫个咱做这样子做兵，咱做这台湾人伫啊。 暗时啊，摸哨呢，迄头伊哦，迄个工会拢关呢。咱若听着作者只因来只家属的，听着咱足艰苦、心酸啊。咱台湾侪人为着咧因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阮偌侪人为着这反攻大陆的政策内底牺牲的，拢甲扣一个帽啊！伫大遐，你对政府不忠，你对政府咧批判政府咧背叛政府，所以你们这些叛乱，我就叫你乱叛。 所以，当江边军、林前溪啊、韩明迪啊咧烧烂、林红酒的时阵哦，你要看阮所有遮坐过落的偌济家庭，遮破碎疏离，即个遮人看的情何以堪啊！你当初讲教育是遐是浪费呢？咱有时咧教育政策内底，咱遮在座咱即个遮家庭亲戚朋友也好，拢伫即个政策内底遐来受难。 家庭的破碎，就由这个政策。但你今日这改变了后时，你把咱台湾带去对。所以，我台湾民众起来了后时，把较早只思想的，只那为着迄落去金门马祖牺牲，只后代，只后世，台湾民众拢爱给补偿就对了。这是我一直甲民众有建议，只人做是做无辜的，迄话拢真啊头向官的哦。所以，各位，白色之恋的心哦。 看到就二八事件，有这个时间吼，我无能讲真济吼。二八各位在座少年，唔知叫二八事件。二八是咧1947年的时阵，就因苏六来开始改造中华民国国势了后时喏，因来用啥物理财无？用种胜利者的姿态来统治咱这个台湾。伊讲共和还是共和啥？你有日本拍伊个山顶啊，恁家己都虾米无报啊？你共和啥物话？这人好笑。 因过来时阵哦，用胜利者的姿态过来甲恁通知啊。所以咱迄个时阵，国所在抢啦、强啦、干啦、杀啦，短短2年，造成全台湾的民怨。所以伫1947年的时阵，2月27日，伫台北延平南路一个阿伯咧卖烟，较早卖烟是咧分家啊。毋知啥物原因，卖烟哦，一个姓赵的，因中国啊。 就是迄个因个汾酒工会技术团呢，伫遐甲变改了阿婆啊拍死。
二七人要巡逻，就微微一挂人。但是咧，真后面啊，大走，第一日落二月二八，早时啊，开始唔知对来人哦，吼，拢伫为人山人海了呢，都有人做好伊个，为骑脚踏车，为用走个，拢伊去四界咧传播。咱先即马是用行动电话夹起来卡落啊，较早是无呢，你记无？较早是无呢啊，啊，台湾。 用走的哦，用骑脚踏车、光阴走啊，通知你也想，这若如果是个案啊，那不是因在泰国边啊过来吼，全台湾安尼杳无人闻的，迄是个案，尔无可能爆发整个台湾拢在起义嘛。所以就来是为台北甲台甲阮高雄是三月七号啊，你也想成火烧高寮安尼直直落去，你知影无？我听我阿妈来讲。 阮三阿哥拢保持真完全，为虾米？我讲阮阿妈厉害，阮阿哥也要出力时，拢叫黄连，所有黄连拢抹面，所有手拢抹，抹到黄生黄生就对啦。即我个在座咱遮的妇孺同心应该听有啦。所以即阮三阿哥拢保持做完全，就出力时吼，拢带了几个黄生生拢病，对不？即阮阿妈。 二下去招，二八事件，我那做者拢用枪炮一样枪，向迄落去哦。迄那伫咧山顶个时呐，迄手抓落来，看你就是唔多个开枪，扫射就落来。阮一个三叔，阮老爸第二个，三叔个医生啊，就是用弹子来遮落去泰国兵啊。无想我人赶去卡是要叫王进啊，是要看病人个呢。全世界看病人，你就袂使迄落只啦，唔是，好，人家泰国兵啊，就病只咧。 好在阮阿叔是医生哦，伊家己知影吼，安怎保护家己，着先啊，花伫楼，伊拢白白伫青蛙边，家己用咧落咧止血，迄阵也无电力通好卡，我阿命无不该转啦，我阿爸遐一个在时啊死活在巡残水诶，你知影？巡残水咯经过遐，哎呦，啊看着较济医生竟然较会伫遮一边讲话啊，甲讲讲即个只安尼用手臂诶，伊也看着讲哇，拍着枪，所以转来吼，你啊看。 阮兜的总动员，我做生意的印象有够深的啦。我阿妈吼，甲阮老爸啊，发挥中指挥就对啦。就叫一个兄弟吼，去门口条收集竹篙啦。就叫一个米酒杯吼，去把皮单拆起来啦。叫一个去给仓库内底哦，给红哥啦。因为阮内底无啊咧无过，你知影无？红哥给红粉就对啦。啊，搁一个呐，叫阮一个去拆门市板啦。我睇个吴伯祥因爸啊吼，门市板。 迄个公司人无趁价嘛，用门市办啦。迄用门市办倒来时，你也想，阮老爸我做英雄足深的，而且大伯写一红十字啦。啊，用迄红十字迄个用啥？用皮带写的，从插去德哥吼，吼，安尼个头前吼，阮这孙啊高音啊吼，一直十秒拢对伫后壁啦，拢对后壁行个顶悬个拍墙倒来啊。啊，所以红是也足悬的，啊，趁价吼，算我那接下台，拢个光的，就光光因家迄个便宜，啊，救倒转来。 叫做这日本哦，所以是一天的恐怖，所以了刷了那呢，是啊，那白色恐怖。所以咱即摆给他讲白色恐怖，讲个叫时间的问题啊。迄是我苦，你知影无？迄叫做因酒家，互咱台湾外侪拢往死的。所以无怪因酒家三代同堂，三代同堂哦，列入军事记录哦，三代同堂酒瓦罐。 咱这咪讲，这咱是讲一个事实。迄个蒋介石跳下时吼，蒋介石命也低嘞啊。过来第二代，蒋介石起下时呢，因个蒋方良也低嘞啊。哦，过来第三代嘞，哇，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这是当江生啦，谢江生剩一个啊，张孝炎啦。当江生这三个，哦，你啊，蒋孝文啦，因个徐乃锦啦。 迄阵还伫咧，第二个蒋孝武啦，吼、哦，迄、那个姓蔡蔡老师啦，迄阮姓蔡，迄个有够衰潲的，到尾嫁掉伊啦，对不对？四十几岁啊，就搁蒋孝光啦。搁第三，就是蒋孝勇，蒋万水，伊即摆还搁伫咧啊，迄老爸哦，较早高速公路，迄、那个高速公路局长就对啦，彭英叔啊，吼、哦，你也想第一代蒋介石，第二代蒋经国，第三代即个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 拢总起来，拢四五十岁尔，拢是当英年壮年的时阵，
拢边啊有总统医疗小组，为什么这拢会挑伊？各位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讲呢，就是讲不是不报，有时候我时间会到，但是现在的县城报，现在很现报的县市报，所以你看伊的无做无独端就对啦。所以个人心里当然的心，长时间受人这批人的是，你若甲想到，因来讲。嘿，奇怪，咱大陆拢好好，哪有一个上届三代拢会 NAD 的啊？吼、哦，安、啊、你就知影。所以人话的世界的时候，唔通做歹啦。你做好是绝对有好报。吼、哦，我讲这唔是我今仔讲的题目，老基我那讲一套，互恁听就对啦。迄、那个上届的了时候，刷的话什么？话那李登辉过来陈水扁，过来即马马英九。你也想讲，咱若要讲因即几啊总统啊？我简单讲，李登辉本来也想讲要解决咱台湾这个地位，你知影无？你请安那呢？请十一个学者，一人才一千万啦，研究咱台湾的地位啦，就是我的题目，顶个我咧讲的台湾何去何从相关这个地位啦。大家学者呢，拢总是中华民国教育出来，所以大家呢，你抄我，我抄你啊，抄抄皆有四个公开公开的讲安尼，有四位吼，算较精精工的就对啦。讲啊，台湾哦，地位也未定啦，台湾的地位未定啦，或者较死个较成功个呀，其他毋是呢，炒到一千万块领伊呢，伊毋敢讲个来，旧金山合约，都毋敢讲是美国只占领国，无人敢写呢，咱来写呢，一千万都无当领嘞，就恐吓你干啦，啊，你等于若想讲要解决，也无多，伫个氛围内底，你讲话哪变啊？啊，所以你等于内心哦，讲啦，该放一个啥？放一个啥呢？特殊的两国论啦，啊，无解释啦，较近咯。特殊的两国，哪特殊的两国嘞？我妈还讲特殊的两区啦，即摆国并区啦。但阿扁也是，伊若想无台湾变哪解决呢？是毋是呢？所以呢，无中华民国，佫就爱联合国。嗯，啊，即边来讲，你想踢出来，你是要代表啥？你中华民国国土偌大，你家己都无定啊，你啦。佮即教育部讲啥呢？讲因的首都伫南京，吼、哦，我讲实在是哦，靠，这批人靠啊，那迄落地个啦。你对华伯尊讲哪呢？连外蒙古人因嘞，我还要笑死人有影。啊，着中华民国这批人，你直接甲恁通知啦。老实讲，今仔日哦，因无当把首都写伫底，所以即摆电视内底名嘴啊，客栈、客工会食饭迄批啊，拢来应付。讲啊无，首都伫台北啊，你袂使写南京啊。啊，首都是啊南，是啊呐。你中华民国一个政府吗？一个国家吗？那不是啊。你是临时来借咱遮的呢。老实，你一个客，你一个假生啊呢。讲假生啊是啥？你知嘛？迄北京叫做寄居蟹啦，北京语啊叫寄居蟹。咱到那个假生啊，迄、那个假生啊，家本身无包、哦。但迄个假生咧包时喏，你爱找客哦。所以我迄个壳盖了吧，倒起来都麻麻，你知无？所以中华民国就顶迄个假生迄个壳啦，啊，迄个壳袂大，迄个壳就四层层个啊，下端是底，下端就你了吧，迄吧了，咱本土的，今日本土的民进党的时阵，带迄个假生迄个芝麻会蛇会卡，结果呢，迄落着中华民国这个壳的时喏，相依为命啦，但是呢，真歹势。因为你迄个壳袂大的时阵吼，当你只假声会大，到尾安内会死，含这个壳做会死。因为我是第安内呢，有一个假声化灾这个道理吼，还有其他事我甲各位讲吼。我去年是请假假声啊，啊假声也是喏，去机后买啦，啊买等于我用一个社交人啊，请来甲黑嘞，无有迄个暗计载起来吼，有一只要投奔自由啦。也足厉害吼，也加起来也讲差起来，个直接讲都吐了吼，迄挂都开了，啊，拢会锁出去啊。所以呢，我拢吹呢，连厨房灶卡厅头拢吹，迄吹拢无啦。嘿，奇怪，走一堆啊！啊，算啦，当然啦，四潮的时吼，当照迄个潮的味吼来吹落啊。结果吼，四个月后啦，吼，有当我日时喊得等于，我日时下晡时啊等于，火一来拍倒吼，迄只竟然走来伫听恁遐啦。吼、哦、吼，我怀疑者咧讲，嘿，啊，你这只也是造对啊，四个啊再见啦，我刚刚掠伊了，用迄个甲砍的吼，不被造出来啊。
但是两只老心吼，一点内底吼，嗯，煞迄个芝麻吼拢锁出来了，离开迄个壳啦。我想起奇怪是安那，是热呢啊？哎，什么了？个吹电风呢？还是开冷气是热呢啊？啊，无你个锁出来啊？啊，是讲啊要食物件，我咧下一下捧过吼，加迄个可以慢慢见呢。结果安那呢？结果咱唔知啊，唔知是咧吹壳啦，吹较大个壳啦。因为迄个肉体吼，迄个壳已经吼无当可容纳吧，就对啦。到第三日，到第四日，总跳去啦。迄只跳，我惊一个讲，嗯，安尼共饲甲死啊。另外一只吼，也未要找新壳时阵，我赶紧掠去写完吼，总随个放生啦，随个放生，吼。所以我一问迄个叫寄生啊，用第个迄个寄生啊吼，伊开下暗的所在就对啦。第二呢，几个月无食物件，无要紧啦。吼、哦，第三点的是哦，伊呢大只必须爱去换壳啦。啊，当初伊无甲讲这啊，还能饲个哦，饲了真欢喜啊。啊，要换壳要地换，所以伊住你个放伫海里内底，放伫迄个哪呢？迄个海滩内底哦，伊家己去吹嘛，迄叫做天然呢。伊家己去吹了换壳嘛，所以今仔中华民国就是寄生的壳啦。咱在本土这个震动就是等于迄个肉，咱的大你知影无？今日这个坑未大，坑壳的，中华民国是上一把炸迄落来过来念念，哈，啊，结果全大弄伊咧，所以今仔日咧，伊这个坑未大先来死。你今日本土的这个只拿破了这个，要含这个坑哦，你共生死了，共存亡，你干嘛真啊死？但迄个灾难呢，今日有咱岛民政府，咱岛民政府晓得代替这个中华民国坑就对了。你当个较大，本土的这个你外澳大，拢台湾民政府会当容纳，这个新的壳，会当未来做咧假生啊，未当生存呢，迄个壳是换咱这个台湾民政府。所以各位，咱这同心的心吼，我阁讲起来哪呢？台湾好像啥？好像当初两战的时阵，咱就一群羊啊。做好灌溉羊啊，所以美国呢，伊是牧羊人，拿一支锤啊，点啊灌嘞灌嘞吼，这牛啊砍嘞，安尼啊看遐牧遐羊啊咧走，伊上来过只羊啊，牧羊狗嘛，是不是嘞？唔是牧羊人底下走甲撇转无啦，就几只牧羊狗吼，就灌迄只羊啊，就灌甲好些当当啊啦，电视六块嘛，但伊出来是两战时期的时候，要围堵中山国家。啊！咱这顿羊啊，搁做好管呢。啊，搁换一顿的时吼，啊，按照美国的意思，只狗啊，只牧羊狗做意思的。但咱时代的变动啊，那话咧，今仔日的时阵，咱这群羊啊，啦，照常做好管呢。但只牧羊狗的时阵吼，做宽判啊，得起判。不但吼，糟蹋咱只羊啊，迄牧羊人吼，那看在眼内呢。啊！我这群羊啊，好好饲啊，恁是来糟蹋只羊啊？要吃了以后，要紧呢？啊！要想只伤空伤胖吼，要甲咱这群好羊啊吼，会关有隔壁庄呢？啊！所以美国的牧羊人看在眼里嘛。各位，伊恁也是牧羊人的啦，恁看只牧羊国甲咱只这群羊啊安的心，恁做何感想？所以今仔日美国这个牧羊人当然要跳出来。你这个牧羊国又无配合安那呢？关我这点羊啊！有时间的问题，所以我简单讲的是，咱台湾政府个别国的时阵，咱台湾两个强项，一个地上来地法律内底，第二是国防部，咱两个较弱项的对呢，国务院甲国会。但时局的变化了后先咯，咱遐弱项慢慢变成强项出来。我讲的是第一。咱的迄个国民内底，伊有咱个最个放的心呢，伊个放弃抗变权的心哦，咱就把个弱项的弊端来强项出来啊。以前咧小狗一个动作啥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结果咱这边较高，咱的秘书张文新吼，真赖呢，伊让出去做些法律条文的时候，这不是政治问题，这台湾等于是法律的问题啊，所以底下编。迄个人讲一讲一方的时哦，迄切几本呢？迄原文啦，迄有啥咱看无啦？
我看过头家公园吼，迄真正关门咧做保本咧。为啥咧攻防？哦，美国这个话呢？哎、欸，伊是咧攻道理哦，攻你的坚固的哦。所以咱提出的坚固真济啦。所以到尾安奈呢？迄、那个国民要放弃抗辩，放弃抗辩的时候呢，就是你以前咱原国际大家所讲的拢是对啦。所以各位唔该欢喜一下哦，可能对啦。嗯。国立话本来咱的国会内底较弱，因为国民党是以掌握咱整个台湾的资源，伊会当去游说，一届给几千万的美金，给几个美金去游说啦。哎呀，议员也要选举吼，透过关的迄个啦，政治现金啦，啊啦钓钓了吼，拢加减来讲咧这边的好话啦，你知吼？啊，你混淆的，你知影无？拢混淆的。你中华民国唔是咧正常即个国家咧混淆的，你知？啊，所以安那呢？这个方面啊，今年八月二日，今年两年哈，几个月前，比如讲你国会内底伊都发不出有一个啦研究报告吼，伊第一步啥呢？台湾、中国，吼、哦，啊，然后呢，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哦，都要知影这历史吼，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所以这题目来的，伊左边刻的，加上你知影无？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拥有，无拥有吼台湾的主权。大家拍一破啊！这是国会八月二日的，所以安那呢？国会我咧正式讲，你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拢无什么抗拒的呀。伊啊，国民也叫放弃抗辩权了先咯，所以咱呢，咱党民进会本来的，迄个两个强项的点，慢慢变出来，所有强项拢伫咱党民进会，所以各位大家有信心，不管咱呢，恁是看网络来，还是你亲戚朋友介绍来，就是讲我有迄个能力，他以后要做啥来咯，拢不管。但今仔日恁有这个福气，就听着这个福音就对啦。那基督教讲福音啦，啊，那讲那个教讲那，你有这个福报啦。因为要参加这啦，不是大个人都来参加的啦。包括你来咧介绍来讲，啊，诈骗集团啦，啊，迄无啥小内容啦，啊，迄什么小拢讲讲遐了，你讲五四三的啦，伊咧对无信心，伊看无。我有当甲因讲啊，恁咧信妈祖，你好看到妈祖，啊，对啊，他无啊，啊，尤其遐基督的吼，我你好看到耶稣，啊，你有看圣经念念对不对？啊，你有什么信？啊！就传来，哎、欸，有迄个物件，我讲咱大民间有迄个物件，咱个美国做即个物件嘛，咱个台湾新台湾论内底即个物件嘛，你等于基督，你信你的耶稣，你安那，你有你圣经啊？啊，咱今仔日咱毋是宗教，但是咱政治的时候有咱个人的属性嘛。咱一本新台湾论内底，迄本就等于哪讲圣经就对啦，我有一个互你看啊，迄毋是黑白讲的啊。啊，所以咱台湾人的时候无多。骨在当个一种教育的心咯，予咱迷糊伊啊，你知影无？所以不管啦，恁以后要做公务人员，不管啦，但你若上高级班了后先，喏，那就必须对。咱台民政府，若你永远是有忠心的公务人员安尼，你若无当信任，马紧啊，我就退休啊。我有咱的事实，咱有当会当来做啊，是不是呢？咱有真好的朋友会当来做啊。啊，我讲，哎、欸，我最爱台民政府的心咯。出一笔力，把中华民国挂出去啊！美国军政府了，台湾以后争夺何去何从？马英最起码各一个大路嘛。所以各代乡亲的心哦，唔通看轻咱家己，唔通看轻。讲啊，我教育程度较低，迄人不管。就假设来管咱岛，咱岛迄阵六百万人，叫一千个来甲咱管，来甲咱接收，各会记住未？阮屏东有一个伫国民党咧共争的啊，一日之间尔尔吼，阮今日要做国代啊啦，咧过阵吼，校长来惊一个，啊，即个好啊，即个对即个共争的吼，无迄个阿无志向来害啊，为虾米呢？啊，即个共争尔做国代，妖心一变，麻雀变凤凰，啊，就是啊啦，伊即制度内底，制度就是呢，伊所有达官职拢有一个国代，啊，死啊，都迄官职都无啦。啊，无在找一个共争的啦，啊，在伫校共争伊来锵锵锵。即马咱校无呢，阮细汉时吼，上课下课啊锵锵锵，
吼，即摆毋是放音乐个，所以像咱台面政府是当然要开始的时阵吼，我认讲哦，我搞听到较低吼，免啊担心，免惊，你今仔受到即个初级的高级的教育时哦，你信托中华民国十年册就对啦，你伫我读十年册哦，无带你今仔读三日啦，各位咱爱博士、硕士，摕中华民国作些你无头路个呀。各位跳楼自杀的呀、啊！最近你自杀，你看到没？心未痛吗？特别咱岛的居民为什么今仔日较落安呢？咱当时用卡巴的时阵，迄、那个时代介今仔无伊啊，变做要找一个头路两三万块就足歹找。咱就八十几万人拢个啥呢？干的政府贷款，再咱单民政府过来，再八十几万人哦，单民政府弄个下面弄面行。这人呐，有在读册呢，是不是呢？但是大人讲阿伯、阿爸妈，你免去标会啊，我来甲政府贷款，啊，我毕业了有头路时哦，才来行，这也真好啊。那结果呢？毕业的时候必负债，也无头路嘛。所以新这个时哦，过年一个大生的时候，有十楼跳来，看着我心酸呢。必须你来知影时哦，偌艰苦，必须你讲，甲囡仔台湾变安尼，跪伫因爸爸妈妈面，爸爸妈妈面头来跪哦，家己个后生跪哦。咱人是跪天跪地跪老爸跪老母，哪有一个老爸老母咧跪囝的？今是啥物时代啊？知影要自杀，写条遗书讲囝的啊！啊，这個、时代咧，要紧，你有困，我着出人，也当个维持你的生活。遗书写哪？我无是讲。毕业的时阵，啊，有迄个贷款，我不要有头路，我免靠是大人，袂讲对不起是大人，结果毕业是无头路，佮排一个债务，所以讲啊，为内心开始咯，对不起咱的是大人，所以原来家己自尽，对不对？老爸都跪在底下讲拜托，唔呐，伊突然间就拍起十楼跳起新生啊，代表新生，迄个咧看到新生未？所以今仔这個时代吼，各位啦，你来参加高级班，啊若无，你来摕这個证书，以后当个后日把了补一个初级的，把这个教育完整。未来想讲，安尼读册的时间一张迄要创啥？迄个证书啦。我讲的是咱上条单面教上条的理念正确啦，咱的思想正确啦，咱的对读单了中华民国迄个无效，你今仔博士教授一大堆啊。迄种是啊，迄种食饭啊，迄种无效。所以今仔日，恁来上课了后，恁来珍惜。有机会咱来亲戚朋友讲，当然看无，但是呢，真紧就看有啊。美国即卖是用暗的，慢慢的入来。所以你多人看咧，拢看中国啊，无看咧美国啊，真紧的看到，明年就看会到啊。趁多欠一个啊，表示时间到啊，啊，多食饭时间。以上，多谢各位，大家互相加油。好了，各位好，人请起。好，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的餐厅食饭。